羲之的《兰亭序》啦，喺广州白天鹅酒店入边个大堂嗰度影嘅。唔知每日啊，我而家喺龙王咁影，因为佢呢个胜在咩咧？佢啲字体啊，系王羲之啊嘛。过嚟先，阿老子，嚟，我而家回一次喺呢边。系啦，系一粒一粒，呢、这个精彩啊！呢、这个好嘢。这个